天空，一切都不同。曾经的那个我消失无影无踪，不再相信谁能把谁救出，直到你闯入我的世界。就算这世界破裂成一片黑暗，我们在黑暗中放战。疾驰而过，夜航班翻手的那片汪洋，我看见了无比清晰的方向。麦田尽头有一抹金黄，就算我是光，光芒万丈，一个人能怎样？赴汤蹈火也只是为了你记得这一切最初的模样。雨欣，谢谢你今天为我出头。明天上午10点，我在文山湖等你。你一定要来啊，我有话跟你讲。你真要去啊？回去休息吧，累一天了。你怎么都不拒绝啊？再给我时间拒绝。来，走吧。谢谢你今天为我出头。明天上午10点，我在文山湖等你。你一定要来啊，我有话跟你讲。喂，人迪，救我！被打劫了？不是，跟李寻有关。说吧。你怎么知道是他？怎么？难道跟他没关系？是了。说吧。哦，被人泡了是吧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还挺好看的一个女生。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呀？任迪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如果是女孩子先表白，会不会被看扁啊？如果是李寻的话，主不主动都会被看扁的吧？唉，也是为难你了。那女的长得怎么样？跟柳思思比呢？都挺好看的。我说你一天天都快成李寻的小尾巴了，怎么还能有空让其他女生有机可乘啊？我这几天太忙了，就大意了。那我送你10个字啊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单身。但是要是先下手成炮灰了怎么办？那我也就再奉劝你一句，这男人啊，就像食堂的饭菜，平常看的不怎么样，你去晚了呢也就没了。但我觉得那个徐琳娜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他喜欢什么类型你要能知道。你现在给我打什么情感咨询热线，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李寻看着很洒脱，其实不容易接受别人，情感是他的软肋。所以你想好了啊，一旦表白就不要背叛他。任迪，你帮我一个忙吧。看看你想做什么样的发型，都试试吧。好。
你们觉得好看吗？要我说啊，你现在这样，要是换上婚纱，都可以直接去礼堂了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我演出完就去帮你拿东西了。要怪就怪那姑娘，哪有人一大早表白的？你快点。